泫雅、蛟龙君亨脱粉，没人应援尬爆，北美巡演遭取消。小野马泫雅和曾卷入胜利事件的龙俊亨宣布闪婚后，人气大受影响。日前他在韩国音乐节竟然都没有应援声。最夯的 Bubble Pop 总有反应了吧？以往表演 Bubble Pop 观众反应是这样。对比现在的鸦雀无声，网友直呼真的太尴尬，沉默震耳欲聋，他垮台真的太疯狂了，他的职业生涯差不多要结束了。原定泫雅下月将举行北美巡回演唱会，但官方日前却宣布取消，理由是由于当地情况，演出不可免的被取消。不过有传媒踢爆是因为泫雅跟龙俊亨结婚造成负面影响，导致门票滞销。自泫雅2022年尾和前男友当结束七年恋情，今年初吴玉瑾宣布和龙俊亨从同事升格恋人，粉丝数就开始断崖式下降。因为龙俊亨曾卷入胜利与郑俊英的不雅片群组，但泫雅坚持捍卫这段感情，十月要和龙俊亨在首尔完婚。无辜，我们的爱伴侣躲过祝福。